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早安！我是丰恩，很高兴我们在清晨又要一起来祷告了。当我们今天早上祷告的时候，丰恩的感动是要来谈爱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哈利路亚！阿爸，谢了爸爸，耶利利，谢利利，谢了爸爸，谢利谢了爸爸，阿爸，谢了爸爸，阿爸爸，谢了爸爸，谢利谢了爸爸，谢利谢了爸爸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慈爱的天父，全能的上帝，爱我们的神，亲爱的圣灵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在清晨的时候，我们要来朝见你的面。主啊，带下你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，也带下你的圣洁，带下你的医治在我们的当中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让我们清晨就遇到你，让我们口中来传扬你的救恩，让我们来述说你的荣耀，让我们来细数你的恩典。主耶稣，谢谢你爱我们，你的爱何其多，你的爱长阔高深。主啊，你的爱亘古长久。主啊，你的爱是我们所需要的，因为没有你的爱，主啊，我们什么都不能。主啊，因着你的爱，我们可以彼此的相爱。主啊，因为我们的爱是从你而来。主耶稣，你就是爱，你就是光，你的爱是一切生命的源头，也是一切问题的答案，就是你的爱。主啊，你的爱是什么呢？主耶稣，你的名就是爱。主啊，爱能遮掩一切过犯，爱是不惧怕。现在风突然间眼睛张开，前面好亮哦。刚才在说爱的时候，眼睛是闭起来的，看到是整个白色的光变成黄色的光。谢谢圣灵在我们的当中。主啊，谢谢你的荣耀在这里。标题：爱是无可比的。一起读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三章第一节：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，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靶一般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、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，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；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。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先知讲道之能，终必归于无有；说方言之能，终必停止；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讲的也有限，等那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。我做孩子的时候，话语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。既成了人，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第十三节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好感动，好难哦。我们常常说爱，贴图很多，爱你爱你爱你，有时候我们也常常随口就说爱你哦爱你哦，可能跟熟的不熟的，有时候这个爱已经成为一个随口的话语。
但是当我们认真的来看爱的时候，芙蓉觉得这爱是好难好难，是一个好大好大的功课。圣经这样说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，变天使的言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敏的锣响的钹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知识，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是啊，爱是什么？爱是没有目的的，爱是不能有企图的。无论我们嘴巴上说的再多的爱，真的都是有限的，因为有一天或者发生了什么事，或者一点小小的摩擦，可能我们对那个人那种天长地久、海山盟海誓的爱就没了。这个是我们人软弱的一面，也是我们需要神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爱是无限的，神的爱是源源不绝的。我们唯有透过神的爱，才能够让我们的有限变为无限。我们唯有不停地向神来汲取爱，然后把爱给出去，我能够才能化有限为无限。主耶稣就是爱，爱是一切生命的源头，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，爱能遮掩一切的过犯。有爱就没有惧怕。如果你发现我们的孩子慢慢在怕我们了，如果你发现我们的先生另一半慢慢的很多事情都不想让我们知道，怕我们知道，隐瞒着什么的时候，其实那个爱也慢慢在流失了。神告诉我们爱是什么呢？神说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扬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太难了，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不嫉妒，有可能不嫉妒吗？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可能吗？任谁都说不可能吧，很难。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可能啊。就算自己愿意也做不到不计算人的恶吧。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好像还稍微可以一点点。第七节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那也好难哦，凡事哎，可能吗？好的事可能都容易一点，不好的事要包容，要相信，要盼望，要忍耐，哇，可能吗？爱是永不止息，我就说吧，永不止息的爱只有神，我们没有，我们是有限的，我们的爱只限于在当下，对方有给我们回报，有给我们回应，甚至有为我们付出，有为我们奉献，有为我们牺牲，有条件的爱。如果对方没有的话，我相信我们怎么可能去爱那个人呢？包括我们的孩子，其实我们是爱他的，可是如果孩子不乖，不听我们的话，忤逆我们，背逆我们，不顺我们的意，有时候真的很生气，爱不下去。虽然明明知道孩子我们是爱他的，但是就是会爱不下去。好需要，好需要，好需要这个爱，好需要神来给我们爱，还需要让我们拥有跟神一样的爱，哪怕只是一点点都好。所以呢，这个需要提醒，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可能需要常常拿出这个圣经，不停的背诵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，不停的背诵，不停的提醒自己，不停的来告诉自己说，只要我们能够有一点点就好了。
一点点，成神跟神求一点点。主啊，我们真的需要你。主耶稣，我们有你何其美。主啊，当我们当风还不认识你的时候，风那个生命不叫生命，因为那没有爱。我以为那个是爱，可是没有爱。 等到真的认识你了，知道你了，感受到你了，才知道你才是那个真正的爱。什么叫做爱？也因着你的生命进入丰恩的生命，丰恩才真的有了爱的生命。空中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呢？你有让耶稣的爱进入我们的心中吗？你有让神的爱来进入我们，透过我们进入我们的家中吗？我们有记得这些话语吗？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爱是永不止息。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慈爱的天父，我们赞美感谢你。我们要来吸取你的爱。主啊，你降下你的爱在我们的当中。主啊，你的降下你的爱在我们的当中。主啊，你就是爱。主啊，赐给我们爱的生命，爱的气息，赐给我们，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的心满有你的爱。主啊，让我们这有限的生命，有限的爱，能够成为你无限的爱，无限的生命。主啊，你就是那个爱，将你的爱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拥有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所说的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主啊，赐给我们这些。主啊，我们要，我们向你祈求，主啊，我们就是要这个爱，因为我们真的要把这个爱带进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让我们有限的生命成为无限的生命，让我们那个枯干的生命有一个成为一个有爱的生命，让我们因着这个爱的生命成为有一个爱的家庭，让我们因为这个爱的家庭有一个爱的教会，因着爱的教会有爱的城市，因着爱的城市有爱的国家，因着各国家有一个爱的世界。主啊，赐给我们爱，你就是爱。主耶稣，你就是爱，你就是那个爱的源头。我们要向你吸取更多的更多的爱。弟兄姐妹们，请你的手张开，跟风一样来领受。现在主耶稣的爱要浇灌下来。现在风眼睛闭起来，看到前面是那个黄色的光，慢慢的带着那个红色的、紫红色的、粉红色的那个光在我们的当中。主啊，你就是那个爱，你就是那个爱。主啊，我们来领受。谢谢圣灵赐给我们爱，谢谢你赐给我们的爱。主啊，你的爱就浇灌下来。谢谢你赐给我们爱，你的爱浇灌，爱浇灌，爱浇灌，爱里面有惧怕，爱浇灌，爱浇灌，爱能遮掩一切的过犯，爱浇灌，爱浇灌，浇灌遮盖我们，浇灌我们，我们的生命，浇灌我们的家庭，浇灌我们的孩子，浇灌我们的另一半，浇灌我们的父母亲，浇灌我们服侍，浇灌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完全来浇灌。爱来浇灌，爱来浇灌，爱来浇灌。圣灵啊，圣灵啊，你就是爱，浇灌我们，爱来浇灌我们。让我们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主啊，唯有你的爱，我们才能够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主啊，让我们给我们永不止息的爱。因为你给我们的是永不止息的爱，主啊，我们就因着你，我们永不止息。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谢谢你。这个时候，丰恩跟空中的弟兄姐妹都领受了你那满满的爱，满满的爱。主啊，我们不再惧怕，爱能遮掩一切的过犯，
让我们用爱来看待每一个人，用爱来看待我们自己，那我们用爱来看待我们的另一半，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孩子，用爱来看待我们的老公司职场，不管是主管同事或者是客户，那我们用爱来看待一个在路边可能骑车横冲直撞的人，很讨厌的人，那我们用爱来看待我们的仇敌，让我们用爱来看待这个教会，对牧师，对牧者，对同工，甚至在停车场辛苦的交通指挥清洁的，我们要都用爱来看待他们，多爱，少批评，少论断，不要用自己的价值观，自己的标准硬要框在别人身上，硬要觉得别人怎么样。谢谢你，谢谢圣灵来透过今天早上来提醒我们，当我们看着别人可爱，我们自己就可爱了，当我们看待每一件事情都不可爱，我们自己其实就不可爱。如果我们能够爱我们自己，相信我们是可以爱别人的，当我们可以爱别人的时候，相信就是可以爱我们自己的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能让爱是永不止息。今天早上丰恩就来把这句话送给大家，也送给我们自己，随时来提醒我们自己，等一下出去不管别人开车怎么乱开，或者是怎么横冲直撞，我们就是不能烦躁，同事主管说了些什么话，我们就是不要被影响，孩子怎么样，另一半怎么样，家人怎么样说了什么，我们就是不要生气。到了教会，出去外面洽工，到了学校，到了哪里，用爱，用爱的眼光来对待每一个人，看待每一个人，因为当我们从神来的爱来爱他们的时候，就是爱我们自己，当我们爱我们自己的时候，就是一定要爱着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事物，爱，用爱的眼光看待每一件事情，不是只有人，事情也一样，甚至苦难，用爱来看待苦难，看待我们的重担，看待我们的过去，那些伤害我们的记忆，看待我们的身体，看待我们每一件事情都用爱。因为记得我们人是有限的，唯有神的爱是无限，也唯有靠着神的爱，我们才能够拥有那无限的生命，就是爱。丰恩现在要借主耶稣的名来爱你们，奉主耶稣的名来爱自己，奉主耶稣来爱我们的家人，奉主耶稣的名来爱我们的教会，爱牧师，爱同工，爱服侍弟兄姐妹，爱我们的服侍，爱我们的城市，爱我们的国家，爱这世界，爱色列，我们奉主耶稣的名，我们要来爱。谢谢你，丰恩在这边用爱来祝福大家，祝福你的家庭，祝福你的身体，祝福你的生命，祝福你的工作，祝福你的金钱，祝福你所有的一切，都祝福你。谢谢耶稣，谢谢你，丰恩爱你，相信你也会爱丰恩，对不对？让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做结束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齐声哈利路亚，爱的哈利路亚。所以今天的哈利路亚特别的充满爱，试试看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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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早安。